那森他们那个事情最后怎么处理的？关了一天禁闭。这是丁凯的提议吗？欧森有没有说什么？他就说了一句：“外来的和尚好念经。”那看来他不是特别满意呀。哎，他是不是有点不待见你了，丁凯？既然选择了入这行，就得做好突破困境的准备。 咱们船上的华人高级海员就你们两位，而且这一次的评比，通知丁凯。丁凯，乌鸦又出现了。 好了，诸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自由交流。好的，好的。你有时间吗？给我留下。这个班上认真思考的就你一个啊。 哪有？哎，你坐。我基本都不懂，就是凑个热闹。没想到这个向总这么受欢迎。这个向总的确是年轻有为，但是咱们这个班不只是男士虎视眈眈，这女士一个个的也是势在必得。不过向总确实挺优秀的嘛。 对了，那个胡奶奶一个人住的怎么样啊？你放心，我已经托人尽可能的照顾她了。谢谢，麻烦你了。也不知道丁凯跟那个小江先生聊的怎么样了，我今天一天也没见着他。你跟丁凯挺熟的吗？也不算，就是因为爷爷奶奶的事儿接触的多一点。我以前觉得他这个人冷冷的，没想到跟我一样爱管闲事儿。 看来我还是不够了解他呀。我也是从那次救援才对他改观的。你不知道我们第一次见面可囧了，他还把我关禁闭。后来在国外也帮了我。这次的事儿也是他想出来的，然后告诉我的。虽然还是失败了。 You are good with computers. It's just a little programming. I'm going to reset it. Yeah, and this one's getting old already and requires a lot of maintenance. And the updates come so quickly. I think we'll be meeting a lot more often. Anytime. So, how's Dinkai's choosing of the guests on the captain's dinner list going? It's his job. I'm not going to interfere. Yeah, but you're his friend, so I should warn you, you know,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he check the last few names on that list. Olsen always did that. I got it. Interpol have asked for our help with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me investigation. There's a member of the criminal gang on this ship now. NBA group members from Baohua Travel Agency have been locked as his targets. Hey. Shemingdana. 是啊，头疼啊。有大致的方向吗？
就从来没接触过，我还在摸索中。你可以参考历届的船长完颜名单的。其实我这一次呢，是希望有所突破，可以让船长晚宴这一次的主题更有意义一些。那我很好奇，你会选出什么样子的人来？要咖啡吗？帮你弄一杯。好，多谢。 教育特别好，水土风情也好，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各位创业成功的，给自己一笔犒赏的话，意大利是个很好选择。海外投资嘛，房产肯定是首选。而且我比较有经验，我可以帮助你们。各位同学，啊，这是我自己来说。向总，您好，我可以坐这儿吗？当然，您坐。 向总，抱歉，我来晚了，实在抱歉。哦，贺小姐啊，嗯，我约了向总谈事儿，您这是？向总，这是我之前跟您提过的合作意向书，我已经做好了，你看一看。哦，熊小姐做事情效率真高啊！做生意嘛，最重要的就是效率。 这一点，向总您跟我合作绝对可以放心，这不是普通的公司可以媲美的。当然。所以我说啊，做生意呢，谁的动作快，谁就占尽先机。我先出去透透气啊，一会儿再回来。我们再继续聊。好。向总，哦，你不能跟图拉真的熊凯林签合同，我告诉你，宝华可以给图拉真给不了的，我也可以给熊凯林给不了的。哦，对了，你看我手机上有我们宝华老板给你的个人承诺，你看看，我跟你说，不管你选择跟哪家公司合作，但是我们宝华可以给你真金白银的利益啊。向总，你跟熊凯林那个私人合作，我很感兴趣，我手上有一些现金的。 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我希望你选择跟我合作，毕竟我们一起挣了钱，你分多我分少，我不贪心的。我觉得女人嘛，重要的心思还是要放在家庭上，对吧？我跟你说，虽然我不是很富有，但是我有诚意啊，向总。在熊凯林有我有诚意吗？而且我们宝华也不比图拉真差，对不对？ 我跟你说，您千万不要答应熊凯林任何条件，我会找机会再来找你的啊。Sorry， 你怎么说话呢？你尊重过一点我作为母亲的权利吗？母亲的权利。 你说你这个当妈的关心过孩子吗？什么叫输在起跑线上？你懂吗你？我跟你说，你就……好了，我不想再跟你说了。向总，让您见笑了。是孩子的事情吗？你不妨考虑一下，送端端去意大利上学。国内的教育情况我有了解一点，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都特别有压力。 在家，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说，向总那个事儿，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有那个时间吗？人上海的马经理分分钟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呢。再说了，图拉真钓到的鱼，人家已经上上下下查过多少次了，我就摘个桃子而已。
这事儿要是成了，对宝华，对你我，那好处想都想不到。不是，我是觉得你不能因为一个熊凯琳就这么急呀、啊。为了抢一个男人，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搭进去，这太冒险了。你小屁孩懂什么呀？做生意就是快准狠，你得好好学学。快准狠，也得建立在斤两够的基础上吧。呀，这小孩说的没错，向总的项目，我是要定了，最好别插手。吃个甜品吧。丁凯，你许这里应该画再蓝点儿。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蝴蝶结应该是红色的，应该涂红色的蝴蝶结。这个也要涂红色。晨曦，你看见我丝巾了吗？晨曦，真是在哪儿啊？哦，昨天晚上放这儿。找到你啦！我说呢，我的丝巾去哪儿了？原来是有个小姑娘又在偷偷出门呀、啊。
妈妈，他们说外星人来了，外星人不会来带我走的吧？想跟他们走吗？想是想，可是我又舍不得爸爸妈妈。你可以先去，结交几个外星人朋友，开开 party 什么的。那样的话，是不是妈妈也能看到我了？只要你开心的笑，妈妈就能看见了。是笑吗？笑得真好看。来，奖励一颗。妈妈问问你，你以后想不想去意大利上学，并且在那里生活？那里学习压力呢可能会小一些，而且长大以后还不用学外语。我想想。静姐，您别嫌我多管闲事儿，这移民这么大的事儿，你要不要再想想？我是说，不管是投资移民也好，还是结婚移民也好，他听起来好像是很多人的梦想，跟您一个人去个陌生的环境，还带个孩子，你真准备好了吗？好啦，我就是问问。什么外星人论，搞得人心惶惶，你们都是三岁小孩吗？丢不丢人？但是来生说的是……来生说就是真理吗？荒谬。哎。看徐明啊，我郑重声明一下，真理在被证明之前都是以谬误的形式存在的，所以不管你们怎么看，我依旧坚持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外星人存在的。阿徐，你静了一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最近的忘性是越来越大，出门必须得看着，要不然一分钟就会跑丢。你好，你好，请问喜欢哪一款？这个电子定位仪我看中了，好，谢谢。不开心，你很难过吗？小朋友，等你长大了，等你老了，老到像我这个样子，你就会明白，人的感觉不只有开心和难过两种。要是我像您活得那么大的话，那我就太开心了。可是妈妈说我不会变老。为什么不会变老啊？因为我会变成星星，挂在外太空。
是吗？